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哥，王者荣耀国际版也叫传说对决啊。然后今天最近又上线了一款新皮肤，这就是一个小鹿女的造型啊，叫做1001夜啊。大家以为应该第一印象可能是不是这个国服的瑶啊，其实不是啊，它是那个国服的蔡文姬的技能啊，就是早期蔡文姬的技能啊。啊，我们可以看看它的造型，就是一个小鹿女的造型，对吧？这个鹿它是不会有无敌效果的，会被人攻击的。然后鹿腿的话，感觉会比国服的鹿腿好看点吧，毕竟是真实的鹿腿是吧？还有尾巴什么的。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那个游戏中的表现吧，是吧？这就是它的游戏中的造型，是吧？游戏中的造型还是可以的啊，更接近那个鹿的效果啊。然后我们看它的技能特效，这普攻的特效就这种颜色的啊，皮肤颜色有一点点区别。然后这是一技能，是吧？技能。然后二技能它是只能展示一个眩晕效果，但是它可以弹弹弹。大招，我们看大招的范围好像挺广的。然后现在是可以移动，早期的那个蔡文姬的大招是不能移动的，现在是可以的。这个国际版也是可以移动。我们看它的二技能是吧，是一个小鸟在那飞呀弹呀弹。然后这一二技能大招开起来就是这种效果。然后大家觉得这个国际版的蔡文姬的皮肤如何？欢迎大家进行评论，感觉好像没有国服的蔡文姬可爱一点啊。国服蔡文姬的那个什么两款皮肤都比较可爱，像那舞动绿荫啊，还有奇迹圣诞是吧，都比较好看。好，那我本期到这些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万物生灵，赐给我力量吧。仙灵守护佩纳，向你问好。